有些师兄看到别的师兄功德做得大，生出了嫉妒心。针对这样的师兄，该如何调节自己的状态呢？如何克服自己的嫉妒心呢？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心魔呀，师傅呀？对呀，就是心魔呀。心魔是什么？嫉妒别人呢？因为你心中没有佛性啊，你才会嫉妒别人呢。因为魔障才会嫉妒别人呢。因为阿修罗道的人才会嫉妒别人呢。听得懂吗？因为你看动物会嫉妒吧？动物哪个动物不会嫉妒啊？动物跟动物抢食物都会嫉妒，对不对呀？人会不会啦？好啦。对。人也会。只有慈悲，菩萨慈悲的，慈悲可以化解一切灾难。